Hello，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吴老师的汉语课堂。今天我们要学习 HSK 三第十二课，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课文三和课文四，我们来看一下课文三的生词。发现，发现，护照，护照，起飞，起飞，司机，司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发现，你们在 YouTube 发现了吴老师，对不对？你们在 YouTube 发现吴老师教 HSK3，教 HSK4，教 HSK5，你们发现了我，你们发现了老师，没发现。我昨天发现了一个饭菜很好吃的饭馆。以前不知道，哎，现在知道了。现在发现了，我昨天发现了一个饭菜很好吃的饭馆。这个问题老师讲错了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个问题老师讲错了，你没发现吗？发现错误要马上改正，要马上改正。有错误了，我们不要等，不要不改，我们知错就改啊！发现错误啊，发现错误就要马上改正。好，下一个起飞，起飞就是飞机从没有飞到起飞，从地上到天上起飞。起飞的反义词是降落，降落就是从天上。下来，降落，飞机起飞，飞机降落啊，飞机起飞，飞机降落。飞机几点起飞？飞机8点起飞，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坐好。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坐好。有没有问题，宝贝？好，同学们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读一遍，发现，发现了。没发现，我昨天发现了一个饭菜很好吃的饭馆。这个问题老师讲错了，你没发现吗？发现错误要马上改正。起飞，飞机起飞，飞机8点起飞，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坐好。起飞的反义词是降落啊，降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"忘"和"忘记"。忘和忘记，它们的意思一样，但是它们的用法有点不一样啊，它们的用法有点不一样。来机场的路上，我才发现忘记带护照了。忘和忘记都可以。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忘带钱包了，忘记带钱包了。我忘记他的名字了，可以，不能说我忘他的名字了。我忘记怎么去小丽家了，可以，但是我们不说我忘怎么去小丽家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忘和忘记后面有一个动词啊，一个字的动词，一个音节的动词，我们可以用忘，也可以用忘记。如果后面是一个字的动词，我们可以用忘，也可以用忘记。但是如果后面不是一个字的动词，是一个句子，我们只能用忘记，我们只能用忘记，好吗？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那有的同学说，我怕我用错，我只用忘记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我们还是要学把字句啊，但是我们学的是给把啊，加名词加动词加给谁？今天的语法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他们把花送给老师了。他们把花送给老师了。他们送花，花，
给老师，他们把花送给老师了。他们送花，花现在在哪里？花现在在老师那里啊，把花送给老师了。学生们送花，花从学生的手里到老师的手里，他们把花送给老师了。他把电脑借给同学了，他把电脑借给同学了。他借电脑啊，电脑在同学那里，那他把电脑借给同学了。现在电脑在哪里？现在电脑在同学那儿，对不对？他把电脑借给同学了。他们把花送给老师了。他把电脑借给同学了，他们都是主语加把加名词加动词加给加谁，就是主语做了一个动作，让这个东西换了地方。他们做送这个动作，花从他们这里到了老师这里，他们把花送给老师了，他。借电脑从他到了同学，很简单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要把银行卡送给谁？他要把银行卡送给谁？这是他爷爷奶奶，他要把银行卡送给爷爷奶奶，对。他要把银行卡送给爷爷奶奶。他要把银行卡送给谁？他要把银行卡送给爸爸妈妈。他要把银行卡送给谁？他要把银行卡送给孩子啊，孩子。他要把银行卡送给谁？他要把银行卡送给爷爷奶奶，他要把银行卡送给谁？他要把银行卡送给爸爸妈妈，他要把银行卡送给谁？他要把银行卡送给孩子。那同学们，你要把银行卡送给谁呢？要把银行卡送给自己，没有送给自己，是你自己的，送给老师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要把花送给谁？你要把花送给谁？我要把花送给孩子啊，我要把花送给孩子。你要把花送给谁？我要把花送给老师。我要把花送给老师。你要把花送给谁？我要把花送给妈妈。他把自行车还给朋友了吗？他把自行车还给朋友了吗？他没把自行车还给朋友啊，他没把自行车还给朋友，自行车还在他这儿，对不对？自行车还在他这里，他没把自行车还给朋友。我把那本书没还给图书馆，这句话对不对？不对，我们应该怎么说？不，没，别，想要，应该，仍会，可以，我们都要放在把的前面啊。老师以前讲啊，不，别，没。想要可以，仍会应该这样的词，我们要放在把的前面。我把那本书没还给图书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们要说我没把那本书还给图书馆，我没把那本书还给图书馆。我把那本书要还给图书馆，对吗？不对啊，我要把那本书还给图书馆，是不是？我要把那本书还给图书馆。
他把钱又借给弟弟了，又放在"把"的前面，是不是？他又把钱借给弟弟了啊。他把钱快要花光了，他快要把钱花光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怎么说用主语加"把"加名词加动词加"给"加"谁"。学生交什么？作业给老师。学生交作业，作业给老师。学生交作业，作业给老师。我们说，学生把作业交给老师，他把作业交给老师，学生把作业交给老师。很多同学说把作业送给老师啊，不用送，我们用交。这样会更好啊！交作业，把作业交给老师，他把作业交给老师。递话筒，他把话筒递给别人，递话筒，话筒在别人那儿。我们说他把话筒递给别人，递话筒，话筒在别人那儿，他把话筒递给。别人，这个是递什么？递茶啊，他把茶递给客人啊，他把茶递给客人，很好。护照，他把护照递给工作人员。你们来中国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把护照递给工作人员？递给工作人员，他们看，你没有问题，你可以来，把护照递给工作人员。扔，他把球扔给兔子，女孩把球扔给小兔子，对吗？女孩把球扔给小兔子。女孩把球扔给小兔子，送苹果，送苹果。那个孩子把苹果送给老师了。那个孩子把苹果送给老师了。有没有问题？送花，送花。他把花送给他的女朋友。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用主语加把加名词加动词加给加某人啊。你的车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的车借给朋友了，我把车借给朋友了，我把车借给朋友了。好，你的电脑呢？你的电脑呢？我把电脑借给朋友了。你的汉语书呢？我把书，汉语书借给朋友了。你的汉语词典呢？我把汉语词典借给朋友了。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主语加把，加名词，加动词，加给。加谁？你的照相机呢？我把照相机送给我弟弟了。你的钱包呢？我把钱包送给妈妈了。我把钱包交给妻子了。你的小狗呢？
我把小狗送给我姐姐了。你的手机呢？我把手机交给我老师了。都可以啊。好，他把蛋糕分给别人了吗？我们看一下，他把蛋糕分给别人了吗？他自己吃，他没把蛋糕分给别人，是不是？他没把蛋糕分给别人。他把书还给图书馆了吗？他把书还给图书馆了吗？他没把书还给图书馆，还在他这里。他没把书还给图书馆。他把钱借给别人了吗？钱在这里。他没把钱借给别人。妈妈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吗？妈妈把孩子送给学校了吗？还没有啊，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要把书还给图书馆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要把钱借给别人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要把球，足球传给别人，是不是？传给别人。传球，传球就是这个球到，从这个人到这个人传球，传球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四个句子，不对啊，都不对。同学们想一下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？好，第一个，他把自行车没还给同学，我们要怎么说？他没把自行车还给同学。我把书要借给我妹妹。我要把书借给我妹妹。我把玩具能送给那个孩子吗？我能把玩具送给那个孩子吗？他把那本书已经借给同学了，他已经把那本书借给同学了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把花送给妈妈，把书还给图书馆，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呢？同学们想一想。好，第一个，我把书放在桌子上了，是不是？我把书放在桌子上了，我把书放在桌子上了。第二，到送吧火车站我，司机把我。送到火车站，司机把我送到火车站。第三，我想把这些吃的带给小丽。我想把这些吃的带给小丽。有没有问题？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几个题，同学们看一下怎么做呢？怎么做呢？好，第一，你看，就是那位司机找到了我的手机啊，那位司机找到了我的手机。桌子上有一本护照，是谁的？我现在能去一下洗手间吗？对不起，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坐好。我发现公司楼下那家店的蛋糕特别好吃，是吗？今天我也去买一块。今天是下雨天，但是我忘记带伞了。好，第一个护照，第二个发现，司机起飞。我们来看一下课文三，先听老师读啊。你怎么才来？对不起，周经理，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。快点吧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您有钱吗？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忘记带钱包了。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你怎么才来？才是早还是晚？晚。小刚来太晚了，对不对？小刚为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带钱包了。他发现早还是晚？用才晚，对不对？他很晚才发现忘带护照了，来不及了。快点吧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有钱吗？小刚为什么问周经理要钱？因为他没有带钱包。周经理很无语啊，无语。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出去没有带护照，没有带钱包啊，周经理很无语啊，很无语，无语就是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啊，不带护照，不带钱包，很无语。所以周经理说，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，啊，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我们再读一遍课文三啊，你怎么才来？对不起，周经理。来机场的路上，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。快点吧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您有钱吗？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忘记带钱包了。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啊，有没有问题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。小刚现在有护照，但是没有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发现忘带护照了，所以他拿了，但是现在他没有钱。小刚在来机场的路上就发现忘带护照了，是吗？对。小刚坐飞机来机场的，对吗？不对啊。还是坐汽车，周经理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周经理觉得不应该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小刚那儿，对吗？对啊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我们来看一下课文四啊，课文四。好，第一个，护照是什么？C 黑板，F
行李箱，B 太阳，A 司机，D 包，E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生词啊，交交画画，需要需要，黑板黑板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教教我教汉语，老师教 HSK 对吗？教他教我打篮球，老师教了5年 HSK 三了。需要需要铅笔，我们画画需要铅笔对吗？写字需要什么？写字需要笔啊。那生病了需要什么？需要照顾啊，需要照顾。生病了在医院需要有人照顾。那累了需要休息，不明白需要学习。那去旅游需要带什么东西呢？带钱、带护照、带手机啊。出去旅游需要带钱，需要带护照，需要带手机。需要钱的时候就给妈妈打电话啊，需要钱的时候就给妈妈打电话。画，画可以是一个动词，也可以是一个名词。画，他在画，画，他在画漂亮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在画漂亮的人。画也可以是一个名词，一幅画啊，一幅画，一幅画。好，小刚给我画了一张去他家的地图，这里的画是一个什么动词啊？画地图。我把他送我的画放在了桌子，放在了桌上。我把他送我的画，这里的画是什么名词啊？他从小就喜欢画画画，这里的画是动词，这里的画是名词啊，名词。好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来看一下黑板，黑板画。需要教今天的生词很简单，我们来看一下课文。我是一个中学老师，教学生画画。每次下课前，我都会把下次学生需要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。但是每次上课时，总会有学生忘了拿铅笔，所以我有点生气。不是因为他们没带笔，铅笔。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，请同学们读一读啊。我是一个什么？我的工作是什么？老师，教学生画画。每次下课的以前，他会把学生需要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。那。他要在黑板上写什么？我要在黑板上写什么？写下节课需要带的东西。但是每次上课的时候，总是会有学生忘了拿铅笔，所以他有点生气。他生气是因为他们没有带笔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。我是一个中学老师，教学生画画。他是教画画的老师。每次下课前，我都会把下次学生需要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。但是每次上课时，总会有学生忘了带铅笔，所以我有点生气。不是因为他们没带铅笔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。习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课文四，很简单，我们来看一下练习。
你怎么不上飞机？我来机场的路上才发现忘了带护照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让妈妈把护照带给我了。所以同学们，我们出去以前要检查自己的东西，看看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忘了啊，把什么东西忘了。9点半了。你怎么才来？起晚了，还等了半天公共汽车。你的车呢？我把车停在家里了。好，同学们，这里等了半天公交车。这里的半天，半天不是12个小时啊，不是12个小时。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一天。24小时，一天24小时，那半天就是12个小时啊。这里的半天不是说12个小时，这里的半天是说等了很久啊，等了很久。比如说，我等你半天了，不是说我等你12个小时了，是我等你很久了啊，很久了。所以以后你想说等谁很久了，你可以说我等你半天了，你怎么才来？你带我们去游泳吧。行，你是刚学会游泳吗？不是，我是2年前就学会游泳了。好，我一会儿把你们送到游泳馆。起床吧，已经8点了，再让我睡会儿吧。昨晚很晚才回来的。那我先起来了，我的眼镜呢？昨天晚上我把它放在电脑上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生词，这个是什么？已经，对不对？已经。这个呢？几，自己。好，看清楚啊，这个是已经，这个是几，自己，你自己，我自己。司机。同学、同事、同屋、现、发现、现在、视力，对吧？视力，我们的眼睛好，可以看很远，可以看很远，我们的视力很好。如果不能看很远，视力不好。再一个，起。起床、起飞、超过、超人、气、生气，这个气是什么？汽水，喝汽水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课就学到这里。今天的课比较简单。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在评论里面问老师。喜欢老师的视频，欢迎为老师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和关注。让更多同学跟老师一起学习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下节课再见，拜拜。